葡萄牙对加纳这场比赛，我们来分析一下。终于讲到葡萄牙了。那么 C 罗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球员，他是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呢拯救球队于危难当中的一个球员，我们都很佩服他。那么葡萄牙最近也是顺风顺水，气势如虹，在热身赛当中呢还通过对阵尼日利亚以4-0横扫对方的成绩，给球队提升了不少士气。那么加纳这一边跟葡萄牙呢，他们实在是有差距的。如果是幸运的话呢，可能两队的比分呢没有拉得特别大，但是葡萄牙是会力争尽全力的，特别是 C 罗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应该是最后一届参加世界杯，所以他会竭尽所能，不会手下留情的。那么我们给他猜的比分就是4-0，比较符合他在热身赛里面的一个水准。